随着网络的发达，现在也出现了不少的网红明星。虽然说网红明星不仅娱乐圈的明星有名，但他们的人气也是非常高的，甚至拥有粉丝比娱乐圈的明星还要多。当中十岁的裴嘉欣就是这样的一位网红，她还是一个童星，之前就出现过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中的藤堂静的童面角色。从外表看，裴嘉欣长得非常的卡哇伊，而且穿衣打扮也非常好看，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小美女。裴嘉欣之所以在网络上走红，是因为她经常在网络上发自己的生活视频，之后大家被她的气质所吸引，慢慢的也拥有了强大的粉丝团。而著名影星黄晓明还是她的粉丝，因拥有高颜值的她还被不少人看上，很多人都来找她代言和拍照，据说王思聪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而王思聪本身就是做网红事业的，因此十分喜欢他，想签进公司。裴嘉欣的父母并不愿意，认为孩子还小，不得不说这么个小美女让如今的娱乐圈都在等着她长大。那么你觉得孩子这么小应该接受那些工作吗？欢迎留言。